前几场用你们冠军皮肤的都输了，你们今天还用吗？小游已经在找绕后的机会了，但是三香草有个视野能够看到小游。就九套，就九套。我还有 Q 的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九套死，九套死，九套死。我的龙，我的龙。慢慢打，慢慢打。九套，我输了。看键盘，看键盘。看这个鳄鱼，看鳄鱼。金斗旗顶在最前面，被错了，金斗还是能打吗？有一个金身，蝴蝶还想来救，但这一波压起身的一炮收掉了剑魔。一波一换三的团，小游闪现过来，给大招的。感觉一波了，说实话。哎，过来过来，亚米过来了，他想拯救队伍，他想去清兵线，但是没有用，一个弹砸到脸上。我在扛，我在扛，我在扛。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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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了。哎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那是那是。一波吗？我有贴，我有贴。哎，拆一下。我能，我。二十滴血！我的天哪！哇！但是又有兵线来了。哎，鳄鱼到了。运气还是站在了 EDG 这一边。那兄弟们等下后线也是亏了的，是啊，你们都不如一个小兵，太笨了。来吧，我们先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场比赛，目前 EDG 是1-0，暂时领先于 Nova。死了死了死了！哎，这没闪，这没闪，没闪的，都来死，都来死！这没闪，这边这边闪！一波吧，一波吧！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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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炸的人，有炸的人，不好打！双龙双龙双龙！又蓝他，又蓝他，又蓝他！开始！拿上拿上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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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了一波。远古龙的阿龙这波能不能好走 ？EDG 沐浴着龙血，这波的伤害阿龙根本扛不住。杀杀杀！一波，我在扛，我在扛，我在扛。一波一波一波，来！